你想知道明轩是会救你还是救我吗？可是他是先天性聋哑，治不好的那种。安明轩，金圈世家的骄子，偏偏遭遇车祸成了聋哑人。为了让他好好活着，我告诉他，我可是先天性聋哑，没法医治，你没我惨。跟他在一起交流就必须打十五年，这让我时时刻刻都想起从前。说真的，还挺难受的。他是先天性聋哑，还挺难受的。这次聚会来的都是我的朋友，你突然跑掉了，真的让我很为难。算了，你冷静冷静，我忙完再来找你。刚刚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你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清晨，后天有个晚会，你陪我一起去呗。妍妍，我到了。好一对金童玉女。你怎么来了？安总，我听说你的未婚妻好像是个哑巴呀。哦，和你之前一样，是个聋哑人。你不跟他打手语，他怎么能知道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前天你好端端的突然闹脾气，居然一声不吭跑来了这里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让我很下不来台呀？你想知道明轩是会救你还是救我吗？清晨，清晨，别怕，我来了。清晨，你没事吧？明轩他很在乎。这就是安明轩未婚妻啊，据说啊是先天性聋哑，还是个巫女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和安明轩相互扶持五年，现在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你懂，这叫投资投得好，没想到还将他给赌对了。不过他是个残人，安明轩再出手怕丢脸呀。我跟你说，安明轩自己不当过几年成年人，他肯定不怕丢脸呀。安明轩，爱着这样的人，会让你谈不起责任。你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承受多少白眼和压力？我以为他会是我最后的归宿。以后你不许再离开我的视线。怎么了丽丽？我这就过来。
从此你就是我谢振廷心中的心肝宝贝啊。Flex TV, an exciting world of trending dramas.